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ás información en la descripción del vídeo. 最后，我去楼下取药。最后，我去楼下取药。 最后，我去楼下取药。今天我所有的东西都丢了。今天我所有的东西都丢了。 今天我所有的东西都丢了。我丢了家里的钥匙。我丢了家里的钥匙。 我丢了家里的钥匙。 我丢了一把刀。我丢了一把刀。我丢了一把刀。我去跟我的女朋友玩一个游戏。 我去跟我的女朋友玩一个游戏。我去跟我的女朋友玩一个游戏。我输了。我输了。 我输了。然后我想用我的电脑。然后我想用我的电脑。然后我想用我的电脑。 我想输入我的密码，但是我忘了。我想输入我的密码，但是我忘了。我想输入我的密码，但是我忘了。 昨天。 我在沙发上睡觉。昨天我在沙发上睡觉。昨天我在沙发上睡觉。我做了一个梦。 我做了一个梦。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去一个专门卖运动鞋的商店。我梦见去一个专门卖运动鞋的商店。
然后我买了一条毛巾和一个牙膏。然后我买了一条毛巾和一个牙膏。然后我买了一条毛巾和一个牙膏。我把牙膏和毛巾带回家。我把牙膏和毛巾带回家。我把牙膏和毛巾带回家。我的妈妈对我很失望。我的妈妈对我很失望。我的妈妈对我很失望。她把牙膏和毛巾扔了。她把牙膏和毛巾扔了。她把牙膏和毛巾扔了。我的梦没有逻辑。我的梦没有逻辑。我的梦没有逻辑。我工作很努力。我工作很努力。我工作很努力。受到我的经理的表扬。受到我的经理的表扬。受到我的经理的表扬。他跟我握了手。他跟我握了手。他跟我握了手。我的同事都来祝贺我。我的同事都来祝贺我。我的同事都来祝贺我。甚至我的老婆也开始尊重我了。甚至我的老婆也开始尊重我了。甚至我的老婆也开始尊重我了。他以后会支持我的工作。他以后会支持我的工作。他以后会支持我的工作。我的努力工作是值得的。
我的努力工作是值得的。我的努力工作是值得的。我昨天下午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。我昨天下午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。我昨天下午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。我是昨天下午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是昨天下午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是昨天下午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昨天下午是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昨天下午是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昨天下午是从德国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昨天下午从德国是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昨天下午从德国是坐飞机到青岛的。我昨天下午从德国是坐飞机到青岛的。他是一个贵州人。他是一个贵州人。他是一个贵州人。他确实很穷。他确实很穷。他确实很穷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想做生意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想做生意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想做生意。他想赚点钱。他想赚点钱。他想赚点钱。一个顾客说他骗了他。一个顾客说他骗了他。一个顾客说他骗了他。你怎么敢骗我？你怎么敢骗我？你怎么敢骗我？因为你是一个傻傻的老外。因为你是一个傻傻的老外。
因为你是一个傻傻的老外。其实这是一个误会。其实这是一个误会。其实这是一个误会。我鼓励你努力学习。我鼓励你努力学习。我鼓励你努力学习。你应该积累知识。你应该积累知识。你应该积累知识。你也必须获得一些经验。你也必须获得一些经验。你也必须获得一些经验。知识和经验是成功的基础。知识和经验是成功的基础。知识和经验是成功的基础。然后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然后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然后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。最后你就会成功。最后你就会成功。最后你就会成功。怎么跟漂亮的女生约会？怎么跟漂亮的女生约会？怎么跟漂亮的女生约会？你要很主动。你要很主动。你要很主动。你应该邀请他吃饭。你应该邀请他吃饭。你应该邀请他吃饭。然后
你也应该邀请他看电影。然后你也应该邀请他看电影。然后你也应该邀请他看电影。当然你应该请客。当然你应该请客。当然你应该请客。漂亮的女生讨厌小气的人。漂亮的女生讨厌小气的人。漂亮的女生讨厌小气的人。吃饭的时候，你应该聊一些轻松的事儿。吃饭的时候，你应该聊一些轻松的事儿。吃饭的时候，你应该聊一些轻松的事儿。如果你想学习中文，你可以报名中国的大学。如果你想学习中文，你可以报名中国的大学。如果你想学习中文，你可以报名中国的大学。